啊，终于到集合的时候了，我昨晚做梦都在拍阴影呢。我记得今天的集合地点是德波大饭店，快出发吧。 早上好，我们从泽维尔先生那里听说了，你们昨天下午的进展很顺利。林华呢？你们昨天有去哪里玩吗？昨日分别之后，哥哥就去莫芒宫拜访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先生了。我本来也想一同前往，但哥哥说他一个人去就行，让我多观览枫丹的风景。 感受当地文化，所以我就和萧公一起乘巡轨船去了伊犁耶岛的歌剧院。结果歌剧院旁边有两位机关人偶在跳舞，哎，你们知道的吧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哇，那也太神奇了吧！我们在那边坐了很久，感觉怎么都看不厌。嘿嘿，我们第一次也是这样的。 后来我们还去海边游泳了，准确来说是潜水吧。我还是第一次在水下呼吸。我牵着林华的手，我们一起数数，三、二、一，然后扑通一下闷进水里。一开始我还是不敢张口，等到实在憋不住了才下定决心，大吸一口。 结果没什么味道，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咸。但回过神来，我居然已经在正常呼吸了，好奇妙的感觉。听林华说，我太过紧张，都把他手给捏疼了。嘿，他倒是适应的很快。我心想，旅行者能做到，那我们一定也可以，就安心的潜下去了。枫丹的海底的确很漂亮。 我喜欢那些在水中盛开的海陆花，看起来像夜晚街道上的竹灯，还有好多在到期看都没看到过的生物，那种会咻咻咻发出刀光一样的鱼，还有见到人就嗡嗡嗡的胖胖鱼。哦，是猎刀鳐和蓬蓬兽吧？嘿嘿，蓬蓬兽，这名字好可爱，哎。 这要是回去和老爹还有大伯们说，他们恐怕都不会相信吧。萧公在海里游了好久，直到天黑，我们才乘坐巡轨船回到枫丹亭。我都担心他今天会累到睡懒觉。我也怕自己起不来。 晚上睡觉都感觉自己还在随着海浪一摇一摆的呢，但今早睁眼，想到能和大家一起拍阴影，就一下子有精神了。说到拍阴影，其他人去哪儿了？哥哥和泽维尔先生一起，在和饭店老板协商拍摄场地的相关事宜，应该很快就会到。其他人，我们来了。 抱歉到的晚了些，我刚结束特训队，早晨10公里的晨练。多少？困死我了，在楼下就听到你们聊天的声音，真羡慕各位有用不完的活力。几位早。早，谁能帮我去点杯咖啡？多点奶，少点糖。我去帮你拿一杯吧。你别去，过来这边坐好，我帮你化妆。 要是衣服沾上咖啡渍，就麻烦了。我去，这是助理该干的活嘛。他精神看起来真好，是有什么调理的秘诀吗？萧公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啦。道士芙宁娜看起来很疲惫，是不习惯早起吗？当然不是。
我可是花了一整晚从头到尾重新读了一遍小说，把我觉得需要删改和强调的段落都圈出来了。哇，没想到你对这件事这么上心。哼，再怎么说我也曾是枫丹人气第一的明星，怎么可能是浪得虚名？该认真的时候我还是会认真的。我扮演神的时候都尽心尽力，又有什么理由不认真演绎自己的人生呢？弗妮娜导演，您的咖啡来啦。嗯，谢谢你，不管是这个称呼还是咖啡的香气，都如同清晨鸟儿的啼鸣一般沁人心脾。看来大家都准时到场了。已经和这里的老板协商好了，饭店二楼的区域可以作为取景地，供我们随意使用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他很看好这部阴影，也希望这能为他招揽更多的客人。那么泽维尔先生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先向大家介绍两位新成员，这是我们团队的道具师威若妮卡，她将负责阴影拍摄时所用到的道具。这位是我们的灯光师伯诺，负责拍摄时的灯光设备和氛围照明。哦，真的有专业制作团队的感觉了呢。请允许我先向各位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。就在昨天，投资人告诉我资金跟不上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这部阴影要拍不下去了，但没想到出现了这么多愿意帮我的人。我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别这么说，泽维尔先生，我们都很荣幸加入你的阴影团队。还在到期的时候，您的作品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日后这部作品一定会成为枫丹与到期文化沟通的桥梁。我是为了故事才来的，我可不敢想象这部片子没了最好的导演会变成什么样。总之，我向大家保证，作为这部阴影的制片人，我一定不惜一切确保它能顺利上映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阴影，它包含着诸位的心意，还有咱们即将为其付出的无限心血。那么我宣布，阴影两个冲枪手正式开拍。弗宁娜导演，现场就交给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看过来。第一场先派两位冲枪手在伯爵家的懵懂阶段，灯光和道具师布置一下现场，两位主演先去一旁化妆，群众演员过一下站位。啊，弗宁娜做导演还真有两下子呢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可不希望待会儿有人像散雀一样在拍摄现场到处乱转。好了，都动起来，等场景布置好就开拍，让这部阴影如海啸般席卷枫丹吧。我是说给人震撼的那种，不是淹没的那种。虽然好像还是有些心理阴影。总之，我们也去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吧。我这里没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去看看其他人吧。下一个。
枪原来长这个样子。不完全是。林华和我提起过你，说你们儿时感情不错。别说话，我在思考你眼睛的妆容。为了贴合故事主角？为了解决懵懂这场戏的问题。是我眼旁的皱纹太深了？是你眼里的城府太深了？还是和以前一样直言不讳？安静。这里就可以了吗？再往左边一点。好的。小公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不忙。灯光布置和放烟花很像，想象着它等下会营造出的氛围，可有意思了。我记得旅行者负责摄影，派蒙负责场记是吧？真适合你们呢。哦，是因为我飞着打板很方便吗？嘿，这也有啦，但我说的不是这种适合。我是觉得你们一路旅行相伴，合作起来一定会非常默契。毕竟摄影师需要在场记打板后才开始拍摄，我没记错吧？原来是这样嘛，印影还真是神奇。萧公小姐，那边的灯也拜托了。好，这就来。那我先去帮忙啦，待会儿再聊。这么多人合作拍一部印影的感觉，真的好令人激动。萧公还真是乐在其中。嘿，我们的确像萧公说的那样有默契吧。嘿嘿，能听到你这么说真好。我这里没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这个就是冲枪吗？只是根据冲枪的样子制作的道具。做得不错，你见过真枪？只在书本和报纸上见过，这是我参考着图片上的比例和形状制作的。需要拍摄的时候，在枪口涂上一些特制的火药，就能展现出开枪时的火光和烟雾。也就是说，枪械的后坐力需要演员去展现。没错，还有枪响其实也是通过后期剪辑加入。谢谢你，薇若妮卡，我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指导了。不过冲枪的齿轮和撞针处要再调整一下，加一些金属摩擦的痕迹会更加真实。另外每次拍摄前用油擦一遍，这会显得枪械经过细心保养。我明白了。不愧是夏沃蕾小姐，看来您平时经常和枪械打交道。我每天都会保养自己的枪械，从不懈怠。对冲枪手来说，这就和吃饭睡觉一样不会忘。我也会每天保养自己的刀剑，熟悉它的形状重量，让它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这样在关键时候它才不会背叛你。没错，看来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感觉他们二人找到了共同话题呢。
我使用的冲枪和这个道具不太一样，不过我还是能告诉你一些要点。好的，那就烦请您赐教了。首先最重要的一点，枪口永远不要对着别人，不管是真枪还是假枪，枪在手中还是在桌上，对敌人那是另一回事。我明白了。举枪时手伸直，与肩平齐，眼睛穿过表尺和准心瞄向目标。这样吗？差不多。试着说台词。哦，这就是你的末路。身子再侧一些，这样你留给敌人的目标更小。肩膀放松，我来示范一次。这就是你的末路。失陪一下，千纸小姐。弗尼娜导演，有件事想和您商量。嗯，你说吧。这样。嗯，好多了。您觉得怎么样？嗯，我看到了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样或许更合适。好吧，看你那么坚持，我知道了。林华小姐，夏沃磊小姐，能到我这边来一下吗？啊，什么事？这就要开拍了吗？我们过去吧。什么事？那我直接问吧。夏沃磊小姐，你愿意来出演冲枪手这个角色吗？什么？准确来说，是我想将我的角色让给夏沃磊小姐。可是，哥哥。别担心，林华，这对我来说反倒是好事。我原本还在想，要怎么在拍摄之余抽出时间，去联系墨芒宫的人推进文化合作事宜。听说这里的手续很复杂，现在我可以专心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不太适合抛头露面的演戏工作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从导演的角度，我也觉得原著里两个冲枪手的关系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故事里的哥哥在事件中占据了主导，盛气凌人，这让妹妹的戏份被压了下去，无法体现二者相互扶持、相依为命的主题。但要是把两位主角换成年龄相仿的姐妹，这部片子反倒更有看头。而且我看到你知道林华小姐的样子了，那冷酷威严的气质正是扮演冲枪手的不二人选。啊，当然，说了这么多，最后还是得看夏沃磊小姐的意见。我记得夏沃磊很喜欢这本小说吧，他应该会想演的。好，我接下这个角色。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我现在就着手剧本的修改，灯光、道具、服装，马上根据演员的情况调整。啊，我有预感，这一定会是个超越原著的故事。多谢夏沃磊小姐，你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您言重了，我喜欢这个角色，这么说来，该是我谢你。既然是哥哥的考量，那我也不再担心。走吧，夏沃磊小姐，接下来还拜托你多多关照了。叫我夏沃磊就好。你就是这么解决我化妆遇到的难题？你说笑了，我更多还是为了公事。得了吧，这理由哄不到我。林华口中的哥哥可是能同时处理十件事的人，你肯定还有别的理由。或许是吧。林华一直说想出来看看，像旅行者那样拓宽自己的眼界，但我觉得他需要的不只是他国不同的风景，还需要一些不同的朋友。如果一直有哥哥在身旁，朋友就不那么容易交到了。你这个哥哥就继续宠着妹妹吧。林然，好可惜啊，我还想看你是怎么演冲枪手的呢。二位就别寻我开心了，我打赌你们心里也觉得我不适合说出这些台词。哎，其实我还真想象不出。
嗯，遇了墨芒宫的人晚些见面，现在有更多时间准备了。摄影师准备，场记准备，演员准备，第一场戏要开拍了。去吧，林华就拜托你们了。嗯，放心吧。期待各位的成片。好了，各就各位，我简单说一下这场戏的要点。这是两位主角还住在伯爵家时发生的事，他们被家中人排挤，恶语相向，但还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懵懂的度要把握好。夏沃磊扮演姐姐图丽佩，林华小姐扮演妹妹艾瑞斯。摄影师注意，在关键时候给到主角特写。那么全场安静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嘿，姐姐，母亲她已经出去很久了，可能是绕路去采花了吧。母亲她喜欢花。艾瑞斯，图丽佩，我回来了。母亲，您这次去的好久，我和姐姐都担心死了。抱歉抱歉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看，这是你们爱吃的苹果馅饼。母亲，你手上的淤青是怎么回事？诶，有吗？那一定是昨天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吧。可早上我都没看到这些淤青。那一定是我出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吧。说起来，你们在家里玩得还愉快吗？哦。怎么了，阿瑞斯？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和我们玩，他们还抢走了艾瑞斯的玩偶，朝我们吐唾沫。他们骂我们是。嘘，没事，没事。女儿们，听我说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这都不重要。他们无法用单纯的词语来将你们定义。你们所拥有的人生，正如你们的名字一样，是无比绚烂的花朵。或许它现在仍含苞未放，但总有一天，它会绽放得比任何东西都要美丽。不要让现在的土壤掐灭了花儿将来的盛放，懂了吗，我的乖女儿们？停！这条不错，演员的情感也很到位，可以保留。另外，场记下次打板时不要喊出声音。好的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刚才自己太紧张。夏沃雷，你呢？我没什么，台词没有太多难度，应该是导演为我改过。两位演的都不错，完全不像是第一次接触映影，再有些自信也可以哦。谢谢您的鼓励。演员就位，我们再多试几个角度后就进入下一场。这场是两位主角回到家中发现母亲遇害的戏，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母亲，我们回来了。母亲不在吗？怎么了，姐姐？艾瑞斯，别过来！哎，为什么？母亲，姐姐，母亲她……这茶杯里是毒药。
像是这帮贵族连藏都不打算藏一下吗？艾瑞斯，该走了。走，母亲已经不在了，我们还能去哪里？去哪里都行，我们得离开这个家。可是，难道就让那些人？我们会报仇的，我向你保证，但不是现在。走吧。不，等等，不能让母亲就这么死去，至少让我在她胸前放上一朵蔷薇。我们不就是为了给母亲买这个才出去的吗？好，再见了，母亲，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停！漂亮，真的太出色了！我的天，林华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些眼泪是真的吗？怎么流出来的？我也很惊讶。谢谢你们的肯定。其实，我只是听到导演喊开始之后，就告诉自己什么都不要想。单纯去感受故事中主角的心情，融入在其中，这和练习剑道的心得相仿。什么都不想，专注于体会眼前的一切。这姑娘难不成是个演戏的天才？大家静一静，我们要开始下一场了。这就结束了吗？打板器我都还没玩够呢。怎么样，胳膊酸吗？你可是一直在举着摄像机呢。二位辛苦了。夏味蕾也演得不错呢。这部小说我翻了很多次，能参透主角心理。怎么样，还记得我昨天的请求吗？玩得太高兴，差点忘了。是说案件手法和故事里的挺像，对吧？具体是哪里比较像吗？故事里的主角成长后，成为了两位冲枪手，每次都使用冲枪进行复仇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会在死者身上放上一朵红彩蔷薇，以此发出我们回来了的信号。没错，你很敏锐，就是小说中的红彩蔷薇。哎，这真的让人越来越在意了。特别是看完今天的剧本，连我也止不住会想，是不是真有什么隐情？旅行者，你觉得呢？你脑袋聪明，我听你的。好。我代表枫丹特巡队感谢你的正义感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调查，跟我走吧。啊，现在吗？我都拍了一天戏，好累。有价值的情报往往在天黑以后才露面，他们仿佛海上的孤岛，要是不打起精神，你就会在迷雾中与之擦身而过。我喜欢那本书里说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调查呢？先去几处买零件的工房吧，如果罪犯需要自己制造枪械，就很有可能光顾这些地方。哎呀，
欢迎光临来书的发条工坊，几位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想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买过一些比较特别的零件。特别的零件？您指的是？就是不会用在发条玩具上，而是用在枪械上的那种。这瞧您说的，我们可不会卖那种。我不是找你麻烦，单纯在调查案件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零件是能用在枪上的。有没有以个人名义来购置零件的人？买玩具的人倒是不少，但购置零件的都是以公司名义过来进货的老顾客。这样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配合。这是小店应该做的。不是肖武磊吗？保养冲枪的油又用完了。伊斯带来小姐，我想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在你这里订购过枪械的零件。哦，在查案啊？让我想想，好像还真没有。虽然最近千灵异影节有一些人拜托我制作枪械道具，但我都拒绝了。哎，这是为什么？不赚钱呀，我的机械都是为了做真家伙准备的，没精力专门为节日做一个新的模具。那有人向你讨过什么零件吗？这我平时的废铜烂铁都卖到灰河那边去的，不会单独给别人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别客气，只要冲枪队多光顾我生意就行。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追下去的信息。目前还没有，我们接下来去灰河。哎，没问题吗？特巡队队长出现在那种地方的话，不会受欢迎的吧？哦，这样吗？原来你们不知道啊。知道什么？我就是在灰河长大的。和碎掉的木桶，还有一些酒瓶。仔细看，派蒙。啊？虽然被清理过一次，但这明显就是被冲枪子弹穿透的胶痕。也就是说，有人在这里练过枪。酒瓶和木桶是用来当靶子的。会是那位凶手吗？我猜是的。虽然灰河有枪的人不少，但没人会这么在意自己留下的弹痕。更别说花功夫清理掉了。走吧，我们继续调查。你好，我想打听一些事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别紧张，我没想逮捕谁。一开始都这么说。是真的，我用这个向你保证。我没看错吧？特巡队队长在贿赂民众？看来你不是一般的警备队。想知道什么？最近辉河有没有什么和冲枪有关的事件？大大小小都可以。冲枪啊，我只知道从两星期前开始，晚上就经常传来几声巨响，把我吵得从梦里吓醒。枪响？大概吧，在这里区别不大，谁家房檐掉了，哪里管道突然炸了，总之都响得很。但我说的那几次都是在入睡后听见的。知道具体位置吗？啊，记不清。是记不清，还是要再想想？你觉得呢？那麻烦再想想。他又地魔拉了。是南边水道的尽头，我有次睡得浅，出去看过，但没敢走近。我知道的就这些。行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的果果软糖啦。没什么好惊讶的，我说过自己在这里长大，这些手段我都清楚。真可惜，我刚刚分完了，我倒是还带了很多其他罪恶的食品，薯条、炸鸡、洋葱圈，但消灭罪恶是我的职责，就不用你出手了。我们继续吧。您说的对，亲爱的旅客。好久不见，塔托。有话直说。我想打听一下，最近有没有人在讨论关于冲枪的话题？情报是有价格的。听说最近野外强盗猖獗，白松镇的物资受到了影响，我多支援一些人力帮忙如何？还是和以前一样好说话。一个月前有兄弟晚上喝多了，弄丢了把枪，结果三天后在酒馆角落里找到了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就是他自己忘在那里了吧。这里是灰河，朋友，酒馆里但凡有没主的值钱东西，哪怕是只耗子都留不到第二天。结果那只冲枪却被还回来了，完好无损，没开过火，图什么？我猜是因为那枪有前科，怕弹痕被竹影亭查出来。或许吧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犯人还真是谨慎。我没说有人犯案。在灰河，知道谁被杀了就和知道自己今天穿了什么一样简单。是住在东边的家伙对吧？我向来不喜欢他，每次只点一杯酒，眼睛里都是坏点子。
丢枪的那人是谁呀？省省吧，就算去问，他也不会向一位特巡队队长或是一位陌生人承认自己有枪的。他说的对。我知道你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小沃雷。尽管刺梅会欢迎你，但你离开的久了，有好多人不认识你，还有好多人不喜欢特巡队。我知道。所以，为了你的安全，给你个建议。最好少在这里抛头露面。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而且鉴于工作原因，恐怕还会多来几次。好吧，反正建议我是给了。应该就只有这些信息了。感觉这里的线索比上面多呢。嗯，假设这些线索都指向我们的嫌疑人，那么大体能得到以下推论。一个月前，有人捡到了一把枪，将它带回家后，可能经过拆卸，弄清枪支构造后，又还了回去。经过几星期时间，他自己拼凑出了一把冲枪，带到灰河来练习打靶。然后在几天前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实施犯罪，并且像小说中那样，放上了一朵红彩蔷薇。虽然听你这么一说，是顺的。但还是很难知道凶手是谁。死者生活在灰河，据说常年独来独往，生活状况窘迫。这也是我没弄清的地方。如果真的像小说中那样有隐情的话，这应该是一场仇杀。但调查结果是，死者没有明显的仇人，他本身坏事没有少做，只是没有那种会让人对他开一枪后留下蔷薇的仇人。犯人到底在传达什么信息？又是在向谁传达呢？我们一开始就排查过了。他声称案发当日一整天都在歌剧院，那里的检票员也证实了他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他有不在场证明。不只是这样，他还缺少动机。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父母健在。我深入调查过，他是六岁时被领养的，走的是正规手续，六岁前在孤儿院也有记录。小说中两个主角的母亲被杀也是在他们十岁以后的事了。虽然小说有可能改变了事实，但我不愿意被这个思维套进去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和他说过话，他不像是敢拿起枪去杀人的角色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听起来线索还是断了。我没指望一天就抓到犯人，调查还需要时间。这样吧，我们这几天就正常拍摄印影，拍摄结束后再四处调查一番，线索总会出现的。可你不是还说这些情报的孤岛会很容易和你擦身而过吗？潘萌，书里还有一句话我没告诉你。是什么呀？但只要你在迷雾中航行得够久，总有一天会撞上一座孤岛的。怎么了？特巡队队长在灰河长大，很奇怪吗？爬上来的过程吗？的确很难，但只要你实力够硬，功绩够多，总有一天会被认可。反过来说，灰河也造就了我，在某些方面，比如怎样同罪人交易，怎样同罪人一样思考。当然，这就当作我们之间的秘密吧。
Yeah.